见久病的自己。孔天师决定转到雕塑科，这一转不仅开启孔天师的雕塑人生，也改写了台湾的雕塑史。当时日本雕塑界的龙头是以写实功力见长的朝仓文夫，非常幸运，经有人辗转的介绍，孔天师如愿投入朝仓文夫的门下。但前三年如学徒班是在扫地、擦地板、劈柴的日子度过，磨练了三年，朝仓深感他意志坚定，开始传授雕塑技艺。前后两次长达十年的四重训练，让孔天师学到最完整的西方雕塑训练。1938年初试提升，作品海明入选纪元2600年凤雏美术展览会。朝仓与孔天师师徒二人情同父子般的关系，演不出人间最美好的师弟情谊。朝仓甚至有意将女儿许配给他，并将事业传承给孔天师。但孔天师帅。